哎，咱能现在在这个厨房这么惬意的聊天，我真的觉得真心。等一下，一人敬浩明三杯，必须的，太感谢浩明了。浩明啊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么多个嘉宾里面贡献最大的，就光干活的，不是，就是专注于这一块。哇塞，让我们觉得他做事真的很专注。对，就是他能够完全的投入到里面，感觉可以给你单开一档节目《快乐厨房》。你就在这边。你知道吗？刚才我们用了什么工具，你都不知道？怎么？用做菜。哦，你刚刚说平时我们用不着，但是浩明来今天用着了。对，猜中了。猜中了，我把这杯给喝了。有两个东西今天是第一次使用，在做菜上面。那应该挺简单的吧？我们平时还有啥没用过的？真的是。我。很难哦，这个真的很难。真的很难？真的非常难。你用奥妙做菜了、啊？哎，Goodbye my love， 一吃完就是 Goodbye my love。吃完之后咱们说话吐泡泡。我跟你说，你根本是在可能常识湖南人做菜想不到的。啥呀？难受死了！我公布不？哎，等会儿，你看，新哥都已经。这嘴巴上了，嘴巴上都冒出来了。真线哦，应该是有、哦、yes、啊、呼呼，我刚刚扫了一圈，整个厨房最特别的就是这关。哎呀，好，在厨房怎么可以出现这个呢？对啊，做手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他怎么做你知道吗？啊，刚才你们看到他把一个鸡的皮给去了，是不是？去皮了，对。他来煲熬汤。对。另外一只鸡呢，他把皮给取，又取下来了。他把东西包进去，拿针线把它缝起来。什么意思？两只鸡吗？两只鸡，用了两只鸡。嗯，用了两只鸡，一只鸡用来熬汤。你看看这只鸡是要只用它的鸡皮，太厉害了。两只鸡，知道不？哇哦！楚生说了这么多，他好像忘记刚刚他说他如果被你啊，对呀、啊，猜到了。还有一个工具，没有想过的。哦，还有工具，还有工具我们没有用到，这个是额外奖励的。请你把破店长收干净可以吗？哎，这个是没想到的。哦，他要把鸡骨架这样拔出来吗？哎，浩明哥，这个是怎么用的？这是拔骨架用的吗？啊、拔鸡骨头。这怎么用的？这个拔针呢、啊？哦，拔针。他缝的时候可能手拽不出来，太滑，针太滑。真的滑的 ，OK。那就是鸡针太难了，真的。鸡针，哇，在鸡上面缝针，这个真的。生哥喝了。哦，我们今天很难。哎，喝了。生哥厉害，生哥厉害，生哥厉害。